老师，我们今天要带给同学什么样子的实验呢？我们要做有关于气球的实验。气球？对，这个气球。嗨，你看，还有静电的气球。对。那这个气球要做什么？变什么花样呢？你看，在我手上，它好听话、哦。对啊。好。这是应该是静电吧？我没有戴手套，没有用。那等一下你也试看看。嗯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要先摸。先摸。柠檬。柠檬。然后你才能碰它。这样子会怎样呢？你看你就知道。那我先摸一摸柠檬，然后，哇！所以就是说，当我们的植物的精油跟这个气球的成分如果互溶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溶解，然后造成气球破裂。嗯，是啊，对，好，那这个实验还真有趣哦，很有震撼力啊。杨明老师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过敏酸钾像变色龙一样一直变化的现象？对啊，我知道过敏酸钾变色实在是非常的多，也种很多种颜色哈、哦。那老师今天要怎么让它变色呢？我们可以先加过敏酸钾。过敏酸钾150还是200？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加一些氢氧化钠。氢氧化钠。所以是在碱性条件底下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碱性条件底下，好。那老师还准备了香蕉，是？对，老师实验是不可以吃东西哦，老师。可是我学生最近失恋哎、欸。真的、哦。他们想要吃香蕉皮吗？香蕉皮都可以，或者香蕉，我想。我们试看它香蕉对于这个人的安慰力是如何。哦，就是也可以让它产生化学变化吗？是啊。好，那我把香蕉切片，先切。好像失恋要跟香蕉皮一起吃哈。啊，好惨啊！他人生会变成彩色的，你摇摇看吧。哎，好快哦！是啊，吃了香蕉之后，马上变成绿色了。这个是六价的锰，也就是锰酸根离子的颜色。你再摇看看，哎，颜色又在变淡了。慢慢的绿色也慢慢消失，变得比较黄色。你放心，到最后它会变成很开朗的无色。慢慢的。好，如果香蕉不够劲的话，我们再吃。吃些果糖好吗？再加果糖进去是吧？好、啊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对，好，再来一次，这次要用也是一样，果糖，哎，我们用果糖试看看，那我要用少一点，还有葡萄糖，好，好，还是一样要加一些氢氧化钠，氢氧化钠。这是星巴克的果糖，好，哎，你要多少钱啊？哇，太快了吧！哇哇，马上颜色就变了。啊、哦，立刻心情变好。所以做了化学实验之后，人生就是彩色的了，对吧？是啊，那你要不要再试看看葡萄糖？好，这个先把它装起来。好，过敏酸钾。你现在都很清楚，失恋的话要很快就可以疗伤止痛嘛。在碱性条件底下。对，不要一直心酸，要开朗一点。我们加一些葡萄糖。葡萄糖。好。哇，马上就变了。是啊，这个血糖还是比较厉害的。所以我们
知道葡萄糖跟果糖都是属于还原糖，所以可以让供氨酸钾变色。是啊。可是，一般我们课本上写说，我们的碱性条件底下，供氨酸钾只会停在绿色的这个锰酸跟离子的颜色。然后在这边呢，因为我们加了很多还原剂，也就是果糖跟葡萄糖，所以它不是停在绿色的锰酸根，而是在更往下，你看几乎是无色了，对，几乎是无色，应该是亚锰离子了。嗯，然后香蕉也可以，也是具有一样的一个效果，所以香蕉里面本身也有一些还原性的物质，可以让锰酸根变色，所以失恋的时候吃香蕉是有一点帮助的，是这样子吗？是啊，是啊，这样才会有化学反应 ，chemical reaction。OK。好。好，老师，我们又是香蕉的实验，那接下来是香蕉要干嘛呢？我想要做这个香蕉牙膏。香蕉牙膏？对。我听过大象牙膏，我没听过香蕉牙膏。那我们来对照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做大象牙膏。好，大象牙膏，我们先加点清洁剂。我们有清洁剂、洗发精、沐浴乳。可是我们今天用洗发乳、洗发精。然后我们的双氧水。这个高浓度的双氧水千万不能碰到手，所以一定要戴手套。先把香蕉切好。香蕉切好。那先丢进去吗？好。哦，丢下去好像就冒泡了哎。是啊。为什么香蕉丢进去跟双氧水会反应呢？因为它里面有过氧化氢酶。哦，所以香蕉里面有过氧化氢酶，可以催化双氧水自身氧化还原。是。哇。可是我还是觉得大象牙膏比较厉害。那我们试看看好了。PK 一下。好。哇。你加的太多了，那它也不会输给它哦。来，香蕉牙膏，加一些氢氧化钠。哦，有追上的趋势喽。因为它的食品嘛，它会比较温和。嗯。那你刚刚加的碘化钾是药品。嗯。而且香蕉的。那个切片的表面积比较小，碘化钾的表面积溶于水之后，它是匀相催化。对，一个是匀相催化，一个是非匀相催化。这是香蕉牙膏，这个是碘化钾的大象牙膏。你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如果要刷牙的话呢，我两个都不要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